Rock， 我觉得可以一个周两个吗？有机会吗？还有闪现，比较容易命中踢到，应该打不死。这个盾太厚了，而且刚刚那个兵线对 Rock 的压力不大，因为刚刚兵线的话是往这里太阳神剑勾上去，但是秘术射击没中，自己的话要被留在原地，打出了一个扭流铁拳。我觉得这波是比较在偏唤醒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兵点不动。以为有千年眼之外还有千年顶、哦、到、欸、有机会哦，可以顶到，然后打了一个电型，不过是一个分身、这个就是角色的用、但这里想要 game 吗？拉一个抱回来，直接拉抱回来，抱到了空月的面前，可以请公子吃饼轻松拿下，漂亮，比较快速的集结就轻松拿下来了。红锁小学弟会被抓到吗？虎啸容易命中，这里直接不让你按出大绝，一套接死，漂亮，到了，又被他学到了一招、下次不能走这里哦，学费吗？来了，直接爆、这两个人杀得死吗？这边小子的血量还很好哦，交了飞身走线，快被反杀了。但你交了一个兽纹 hold 拳，这波大失败。他们想要四夹二吗？御使者没过去啊。但这次学弟来了，学弟来参团，直接交了一个进化解，但直接一套一个空到死。这档已经当场倒地了，那只剩下一个辅助，看起来变飞牛啊！这个好像要浪头给 Rock， 没浪到，很单纯。又来了，完了，又是闪拉。哎呀 ，Spell 怎么哭啊？有人吸奶啊！但这边的话，赶紧叫了飞针走线，还有简不如飞，想要往后走，结果换掉了，自己是倒地，然后堪吉过来给了一个裂，又是踏下去，但 M N 有奥数跃迁。但戴安娜的血量有点差，这波说明是 Leap 的机会哦。现在是吃物件的回合，但你要不能在绕空月这个位置，空月的位置这边直接进场来了一个朔月换步，但后面的话是要开出了自己的领域，然后堪吉的输出位置是没有人限制，不过这边的话还是必须要往后撤退，因为上半部已经倒了，然后荡掉了自己的杀手本能飞过去换掉了一个学弟人头，不过这时候的话 MA 已经开始追击，这里是全招都中，不过空了一个秘术射击，堪吉反射了一个踏步，两段式踏步伤害也是很高，赛特的话终于是一拳将李信给轰死，不过这是属于堪吉的时间，一个幻影锁链直接练到这边的话，荡一个虚空狙击狙掉，不过两边是在互秀操作，看一下怎么呗。这里先是空月直接绕嘛，所以这个预示的 HK 是没有要吃到的，这个牛顶得非常非常好，然后再来是藏跟 Kenji 的位置非常非常好，在这边把输出打满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拉打，那看到 HK 想要追的情况下、哇，藏找到一个机会，直接把对方的冰女给抽掉，后面再拉开一个位置， Kenji 这里搭配堆堆打出一个爆发的 AO， 哎呦哇，然后藏又是一个 W， 应该是 W 把这个印记打出来 Sniper 然后NN 再是一个盲狙，能中的差不多怕，练直接练到，但是一套的伤害轰锁可能要开大了，这里也被堪吉给秀了一波，但牛也逼出了大绝，这时候戴安娜的进场，然后侧边堪吉想要硬抽对方的学弟，二图印记 CD 好了吗？练没中，最后又普攻换掉，学弟被秀爆啦，你可以不用拿物件啊，但你不要做奇怪的塔杀。Kenji 这把是来 C 的，我练到，但是凯撒已经飞到后面去了。这个日轮圣芒是一个空大，两边的 TP 都要下来。牛很帅，这边牛一个顶进去，但反而被留在了原地。这时候是学弟的登场，然后堆堆看起来也要一起被流掉。牛已经先倒，然后再一个溯月换步，搭配的是月牙天冲的攻击，由空月完成了最终的收尾。这个牛，一个是救人不遗余力，一个是卖人不遗。真的，哇，然后掉了八龙。然后中路的话想抓 Rock， 不过这边的话是一个 MAD 上野的连线，直接把凯撒秒杀，然后 Spells 交了自己的飞针走线，也是赶紧绕跑，反倒是堪吉一个人被留在了正前方，不过空月在侧边也是掉了牛、学弟惊人按的是哇恰到好处啊，就是这个惊人哦，让他这场比赛打出身价，有画面啦，有点画面，闪现过去，这回换学长的表现时间，好顺哦，空月那是行云流水 ，TP 进来 ，HKA 在27分钟准备要将这场比赛给结束掉，拿下自己在夏季赛的第一场胜利。那恭喜 HK 再换了一个